Hey, you. Put the camera down. Get in the line. Come on. Yeah. 我们是台湾九十九趴。我们反对全球资本主义。我们是台湾九十九趴。我们是台湾九十九趴。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经济平等，思想自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跟在场的大家一样，我们都是台湾九十九趴。那个，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这个挑战资本霸权。我们政府就是放任资本家来打压、来剥削我们这些底层的劳工，来剥削我们的生产力，来剥削我们的劳动力。来101，我们只可以逛一逛，去看一看里面的精品，我们只可以看一下、爽一下。那我们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由啦，大家互相啦。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101可以盖那么高？大家一定学过容积率嘛，一个房子会有一个限制嘛。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101盖那么高？这就是他们的自由吗？不是嘛？那是特权。对嘛？特权嘛？对不对？我们往后坐嘛。好。对不对？对，他自由嘛。坐进去嘛。互相嘛，互相嘛，对不对？我没有要干嘛，对不对？大家和平 ，peace and love 嘛，对不对 ？peace and love 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打我们呢？对了，我们要呼吁，我们呼吁不仅在场的台湾九十九趴一起坐进来，而且我们要呼吁这些警卫、这些管理人员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因为这些管理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受薪阶级，我们跟上面这些人都薪资有极大的差异。我们一起来呼口号，我们要让这个金融巨兽倒下来。我们呼吁警卫坐下来，我们一起喊：警卫坐下来，警卫坐下来。巨兽倒下来！巨兽倒下来！这一块这么值钱的土地是归我所有，但是为什么我却很便宜的要租给101，然后我再用很高的价钱去向财团承租房子，甚至去购买房屋？为什么？为什么我缴的利息要比较高？高的甚至高到十几个百分，可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呢？他只要用年息的1%就可以借到钱，而且是借到高额巨大的巨款。我刚刚讲三一部落的事情，就是三一部落是一群阿美族，他们住在桥底下，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他们没有地方住，后来之后搬到大桥底下去。虽然新北市政府帮他们盖了龙安府大楼，可是房租很贵，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的生活。而且在三鹰部落，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形态。如果说我们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那我们就应该要能够包容各种不一样的人，尊重他们的不同的生活形态。实际上是一群住在新店的人，他们都是底层的劳工，他们最近因为要盖捷运被迫迁，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新北市政府只说我给你90万，你自己走。90万今天在台北，在新北市你可以买到什么？如果说这些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安身立命，那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用，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资本主义在走，他们都是为了盖更多更多的101大楼，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继续走下去。99%里面还有一群人是在性别受到剥削，是在性倾向这部分不被社会看见的，不被社会认可的。很荣幸可以跟台湾的朋友并肩作战，因为这里有代表着不同的多元的一个群体来到这里去表达共同的诉求。我们有劳工，我们有学生，也有同志，然后甚至是还有很多的，我们大家都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个人民，我们表达的都是共同的诉求。在这个情况下，马来西亚方面可能会比较没有的这么多的一个表现。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同志都在压抑着自己的那个心情，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想法。但是今晚我们马来西亚共同会有许多的这个人占领我们的这个独立广场，希望台湾的朋友能也是一样可以支持他们。
The people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 谢谢。我发现台湾的高等教育环境已经越来越陷入一种危机。那这个危机非常可怕。这个危机是什么？这个危机是我们现在的大学正在慢慢的走向所谓的市场化、商品化。我们现在面对到的是所谓的高学费的困境，我们面对到的是宿舍的短缺，我们面对到的是校内的工读劳工薪资普遍的偏低，而且我们还不被认为是劳工看待。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以前到现在就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在整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台湾政府、台湾的执政者逐步的去减少对于高教经费的补助而导致的结果。我们的国家把教育卖给财团，把教育卖给有钱人，把教育卖给这些资本家。不要去举标语，不要去大声喧嚷。你的诉求其实是得到我们的尊重的。我们也了解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已经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比如说店家关门这种，对，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不能做生意的时候，那请问你觉得这是达到你的目的，还是说这是你觉得你是合理的？